后面是什么？强老师，加油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。十一假期你打算怎么过？十一吗？没想。前四天呢，我在千岛湖有一个研讨会，你要是没事情的话，后面来千岛湖我们一起过吧。好啊，千岛湖，千岛湖还没有去过呢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上一次去阳朔是公干，那这一次我要怎么和我爸妈说呀？我爸妈他们还挺严格的。我跟你外公是见过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安排我父母跟你父母见一面。啊，我认真的。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呀？我想个办法。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。好呀好呀好呀，一起去，有我在呢，你爸妈肯定放心。这哥在呢，谁敢造次啊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莫老师光明磊落的，就算你不在，人家也会有礼有节的，好吗？行，你说的都对，行了吧？完美配音说，感谢你上次请他们吃零食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一起去。我没替你答应啊，我怕你万一十一有安排呢。没有，没有任何安排。你看看你。拿出怼我的劲儿啊，叫一把，说我不稀罕，我十一还要回家呢。我对有才的人从来都不叫。生生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跟我说一声，我看看票。去的人很多，统一订票，钱到时候再算吧。行，替我谢谢他们了，我一定去，风雨无阻。我知道了，我先干活了。那生生。我陪你去的这酒店和机票钱，咱……不，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你出去玩让你妹掏钱啊？行，我呢就勉为其难自掏腰包，去和你心目中的才子佳人一起去度假，行了吧？这种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嫌弃上了，你可真搞笑！那我又不认识，那不是你偶像吗？行，去吧。愿我柴桑百姓都如我沈策至亲不离，愿我柴桑大军能守江水百年，也太感人了吧，不怠，是吧？愿我中途终有一日驱除外族，永消战乱。你手机响了。你先看着我接个电话。
啊，喂，好久不见。也没有好久不见了，上一回我和室友一起去看过你演出了，也算是见过了吧。嗯，十一你打算怎么过啊？啊？哦，我没想好呢。那要不一起过吧？完美，这三大王牌真是没一个差的。哎，你看着绝美，盘量调顺的。有一朵高岭之花，不知道花落谁家呢。那个我替我谢谢你朋友。还遗憾呢？有吗？饭都吃不下了，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我吗？我这也说不上是难过吧，就是这次活动是我们完美主办，又是强老师退圈，我没能参加，确实还是有些遗憾。不过走调能上，我还挺开心的，毕竟有些人能顶上嘛。长大了，有前辈风范了。现在你这说的好像你多大我多小似的。去，不吃了。不吃了。本来说冰箱里有好吃的分你一点，那算了。哎，别算了呀。姐，错了。啊？什么？听不见。错了。得啦。我爸做的酱鸭腿儿。你爸做的酱鸭腿我最爱啊，特地给我做的吧？对呀，他说你爱吃，特意让我带的，昨天晚上晚饭都不让我多吃，就怕给你带少了。替我向叔叔带个好，半个老爸赢了。现在不，要是哪天你回心转意爱上我了，那就是岳父一样的存在。我爸可没这福气啊。别闹了，是我没这福气吧？你爸妈人多好啊。再好那也是人家爸妈，再好是豆豆姐也看不上的。我没指望他能看上我，能给我带酱鸭腿就行。干嘛？忽然看上我了，对我笑这么甜，小心我表白你啊。豆豆，回来。莫老师下周不是要去开会吗？说让大家一块儿顺路去玩，你组织一下呗。你们两个大男人不组织又让我弄啊？我帮你弄。让老大帮你，主要我不一定能去，我十一只能休一天假，到时候看情况吧。你十一只能休一天假？没办法，缺人手。怎么想让我去啊？哦，大家都想让大家一起。我尽量。流星飞向天空边缘，划过地平线，风倾听所有心愿，浮动思念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落在了上面
让他们说啥呢？别看了。表哥是吧？生生表哥。对对，我是生生的五表哥。五个表哥。对对对，我是第五。哎，所以你们俩是情侣吗？他是我们员工，我是他老板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俩没任何关系啊。对对对，没有关系。哎，哎呀，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、想玩的啊？跟我说，千岛雇我熟。哎，李少，你家不是安城的吗？什么时候家族业务都拓展到千岛湖来了？哎呀，这个郑哥不愧是商业人士啊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推荐啊？越野车，还有热气球，没玩过吧？这都有。越野车在岛上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在泥地里面玩的，特别刺激。我每次来都玩，不打滚的。这也可以去。你想去，我就跟你去。困了。嗯，昨天雾哥和直播都赶一块儿了，睡觉加起来没两小时。那一会儿到酒店赶紧补觉。那不是浪费一上午吗？先睡，才有力气玩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环境还可以吧？哎，小王，低调。哎，各位，我这安排的不比老朱在杨叔安排的差吧？比他强，强多了。这三栋啊，都是咱们的，上下两层，一栋住四个人。我给大家安排一下啊。嗯，毛老师，你们小情侣住这栋啊？小情侣嘛，亲近些。那小信跟我住一栋吧。哦，好啊。来，小信，房卡来。哎，那我跟穆老师住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跟我妹住一栋。我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多尴尬呀！你跟我住一栋。我不比你人生地不熟。哎，一如，要不咱俩睡一张床，咱们四个一块儿。对，你跟我们一块儿。来来来，你别废话，跟我们，你们住这栋，咱这栋。来来来，房卡房卡房，跟我跟我们，跟我们走，跟我们住是吧？这边也好，这边。九三二，九三二。走走走，你过来，跟我来，你们走这边。走吧，四位老师傅。走吧，这几个。咱们风中的四匹孤狼。嚯，没事了。小新，那我们住二楼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好啊，来，我帮你们帮你们拿吧。这个，来来来来，让你看。好大一面玻璃，下面给你们放这儿了，你们要帮忙的话叫我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诗诗，我想洗漱躺一会儿，昨天激动了一晚上都没睡着。好，天气这么好，你们仨准备躺一下午啊？累呀，多舒服呀啊！王老师，下午去哪儿？还没想好呢。那先给你们拿点喝的。啊，我要可乐。我也要，谢了。你们都不出去吗？困啊，昨天晚上没睡，值班来着，主要不好意思在屋里睡。你说我和古生大哥俩男的一张大双人床，怎么面对彼此？还不如出来晒太阳呢。木木怎么都睡了？他昨天开家长会，一屋子家长一个一个和他聊，好不容易回家了，他妈又跟他聊相亲，聊到半夜。今天早上四点，他妹又拉他起来谈心，说最近学习压力大，就把他给累坏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这来的路上念叨一路了。想出去看看湖吗？不着急，你不是困了吗？先补个觉。只有三天，舍不得睡。我两次自己出来长途旅行，都是和你。荣幸之至。
喝，谢谢。我先回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坐了一天车。准备出去溜达了，你可以到屋里坐一会儿。困不困？有点。刚刚小琴在楼上睡觉，把整个窗户占满。那要不你先躺会儿，我们待会儿再出去。还有这么多天会不累吗？要不要睡一会儿？我还好，出来休闲度假嘛，累了就睡了，醒了就出去玩会儿。你睡吧，看我书。将情没尽头，那一生将晴空吹皱，拂乱了无心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着像我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海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融化无忧，怎么想有条汗流过了心头，回想着明月般恒长的thank you.
下环卫，空气真好。嗯，下了会儿毛毛雨，开心吗？嗯，开心，非常开心。你刚刚干嘛去了？出来溜达了一会儿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等你睡醒了带你出来。你看那里有个岛，好可爱。那个吗？嗯。嗯。你说，岛后面是什么？想知道？嗯。下去了，大宋，大家过来，大宋，大宋，董玉茹，我妹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跟那摸星蛇在一起了？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你少说，少说。
我们不去游泳没关系吗？他们太吵了，让他们玩吧。嗯，反正现在天也黑了，估计他们很快就回来了。星星啊，平时在城市里根本就看不到这么多星星。你看到人马座了吗？嗯，人马座是哪个？那个。嗯，哪个？来，坐下。上面是个三角形，下面有个四边形。哦，看见了，下面一个四边形，上面一个三角形。哦，还有什么星座啊？是天蝎座。天蝎座什么样的呀？ S 型。 S 型。这样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 S 型的好美啊。可惜没有带手机，不然有音乐就好。那天你最后唱的那首歌特别好听。喜欢。其实那天唱的有点太正经了。还有不正经的唱法吗？想听。你清唱一个吧。桥外芳草连绵，晚岁山，百年梦去烟来烟还，烟和转，早醒此生都在梦，醉醒几时已恍然，故人间相逢已别离难。再说了，我妹今天没来，我担心她，我来看看她，不行啊！你妹和人家在一起能有什么事儿？人家已经成年了，好吗？你成熟点行不行？你看，这可乐明显是刚倒过的，还是冰的。哎，这冰吗？这不挺暖和的吗？懒得搭理你。
我刚刚确实看到这灯好像灭了一下。你别疑神疑鬼的了，行吗？顾生，顾生，不是，人家在吧？你不理吧？人家不在，你是不是也挺尴尬的？这样，你陪我边玩，我陪你边找，好不好？啊？边玩边找啊？边玩边找，好不好？行，边玩边找啊？边玩边找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，你看那边多热闹，他们肯定在热闹的那边，怎么可能回来？在那边？哎，就那边。好像走了，走了。哎，等，提前你别开灯，万一他们又回来了怎么办？不对呀、啊。怎么？我们就在秦云里坐了一会儿，也没做什么呀。这样坐下来，好像我们真的做了坏事一样。你想不想喝可乐？我给你倒一杯。嘘，你小声一点，万一他们听到。好。特别简单，你把头仰着，手这么一滑了，脚一蹬，不就晚上别回来了。生生睡着了，你找别的地方睡吧。怎么了？笑什么呢？那个，你们饿不饿？要不然咱们找一餐厅吃个宵夜。哦，好啊。我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有点感冒了。你那有药吗？哦，我那儿有，我给你拿吧。嗯，这样你们先去，一会儿我找你们。行。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。行。哎，豆豆，我没有点感冒，你去吧。啊，我没有啊。你有。哎，我。行，一块吃点预防。豆豆。嗯，那一会儿找你们啊。好。他们怎么都感冒了？可能是体质不太好吧。我下午看那边有一餐厅，人还挺多的，应该味道还不错。要不然我们去尝一下。好啊，走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当真了？回来干嘛呀？干嘛呀，董一硕？有鬼！我以为你真感冒了。人家发现你，你尴尬；人家不发现你，你不礼貌。吃瓜呀！有瓜你都不吃啊！别犹豫，先撑，先撑，先撑啊！走了，走了，别看了。
么冷还喝凉的？我看这个感冒药迟早有一天给你用上。凉吗？你烦死了你！你说，莫老师谈恋爱，周正追姑娘，就剩咱俩在这儿大眼瞪小眼。晚上有没有能玩的项目？这附近吗？嗯，好像没有吧。我这假请的也太没意思了，一天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吧？没有啊。今天还有两个小时呢，还不算过去。不行，大家都有活动，我们也得有，不能就这么回去睡了，太亏了也。哎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懒得去了，还不如和你待一块儿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，真行。孤家寡人，不配有双人活动。对了，你就没想过找个男朋友？你不也单身吗？催我干嘛？我没时间。哦，我有时间啊！你们仨各忙各的，把录音棚抛给我，那我不时间精力都放在棚里吗？我有时间啊。而且出门连个带药都没有，我现在这样纯属被你们耽误的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可就真内疚了。哦，那你最好内疚一下啊。这个算你欠我的，以后记得还啊。行，你这份情我定铭记于心，不敢有忘。看我干嘛？想好怎么还了？嗯，好好吃啊！还有这个，这个也特别好吃。晚饭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你吃这么多？没有没有，主要是您找的夜宵店太好吃了，我也没忍住就吃了那么多，估计回去我又得胖几斤了。没事，你要是怕胖的话，等会儿你吃完饭，我陪你去溜达溜达，消耗消耗。在杨叔的时候，你一直都挺照顾我的，谢谢啊。回去本来是想请你吃个饭，感谢感谢你，不过一直没找机会。这样吧，那这顿我请了。不用，我已经买过单了。不过，其实从杨叔回去之后，我也挺想找机会约你出来喝咖啡、吃个饭什么的。不过我怕你平时太忙了，就没敢打扰你。不过，
我还挺想见你的。那现在不是见着了吗？啊？啊。想喝冰沙吗？我看那有，我去买吧。嗨，你们不是感冒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我去买冰沙，你们要喝吗？啊，我要芒果的，谢谢。我们去买吧。哦不，今晚我请客。那我去买了，你们先坐会儿吧。等一下。不是感冒了吗？还喝冰沙？好巧。巧什么巧？人都走了还装呢。碰上的，不是故意打扰你们。就是。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？人家女孩没吃饱，陪人家吃个饭。莫倾城天天光顾着陪老婆，这老婆同学也不管了。咱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呀？后知后觉。咱要不现在走？人家要去买冰沙，浪费女孩的钱。又一生将青梅浸透，又一生将晴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心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守节时候，淡笑着仿佛一见熟，沉默着香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还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融化无忧。今生没有尽头。